한국말 못해요. 물 온도 괜찮으세요? 어, 그래요. 고마워. 뒤에서 다운통을 다 하실 것 같아요. 뒤에서 다 눌러드릴까요? 네. 아, 네, 알겠습니다. 브이로그 찍으시는 거예요? 브이로그? 네. 아, 기록 영상? 好了，差不多了，等下出去再跟大家分享。Hello， 大家好，我现在人在韩国。那这次其实来韩国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剪头发，因为毕竟你知道韩剧很多男主角的发型都超级帅。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头发非常的蓬，跟塌，蓬是两侧蓬，塌是上面塌。而且我两侧蓬我已经烫贴过，但是实际上看起来早上还是非常非常的蓬跟乱。而且烫贴之后有一个缺点，就是它长长一点点之后会有点卷卷的，不好整理。所以这次来就是要来韩国把它剪掉，然后看能遇到怎样的设计师，到底头发会不会被剪坏呢？那我们就随便找间发廊来试试看吧，就这样子。大家好，我是 Elson。 在影片开始之前，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我们将提供更多优质的影片给你，让你旅游订房不踩雷。那我们就开始吧。啊，到了到了，就是这间发廊，看起来很高级。AMM Tom， 外观很美的鉴定，赶快进去，用我的翻译软体试试看能不能成功的剪头发。잠시만요. 한국말 못해요. 근데 아 머리만 자르시는 거예요? 네, 사진 있어요. 아, 사진 가져온 거 있으세요? 아, 이쪽으로 네, 네, 고마워요. 저 주말에 사진. 잠시 앉아보시면 돼요. 오케이. 저 先去 楼下坐着，等一下。 蛮舒服的，有一个休息区。好期待哦，到底剪起来会变怎样？亚人头，我们就拭目以待。샴푸를한번다시할거예요 머리바르많이바르고오셔가지고자리는일단여기도먼저안내를해드린거고샴푸오케이물온도괜찮으세요어그래요고마워觉得目前为止比我的体看网络上介绍的感觉是专业很多。对，等一下洗完就来去剪头发了。뒤에서다운통을다하실것같아요뒤에서다눌러드릴까요네아네알겠습니다뒤에를눌러다운통을해보셨어요다운통뒤에다운통뒤에서했어근데네싫어요아뒤에는싫어요싫어그럼뒤에는그러면깔끔하게정리를블렌딩하고옆에만누를게요옆에만누르고앞머리이렇게세우는듯한스타일을맞아요많이상해요그래서옆에만누르고뒤에는커트할게요뒤에깔끔하게여기뒤에볼륨을살려서네그러면은앞머리는약간요정도요것보다짧게네네커트를하겠습니다네그러면이제총비용은65,000원여행오셨어요여행혼자혼자요아니친구랑친구랑오셨어요브이로그찍으시는거예요브이로그네아기록영상기록어야야야맞아유튜브유튜브유튜버하세요요즘에가실때유튜브머리마음에드시면유튜브알려주세요구독할게요구독요즘엔날눈에뜨지도않던사랑노래가사가들려다왜이래내플레이리스트에맞지도않게설렘가득해흥얼거려면이게진짜되는거였어나도모르게끔자신이바뀐다는거나도절대사실마신지말고전도인等一下就是要烫贴就烫贴觉得像真的是很细心啊目前感觉都觉得蛮好的那等一下看最后完成的结果再跟大家分享现在在等烫贴的时间我是谁
我是 C Elson。好了，差不多了，等下出去再跟大家分享。刚剪完头发了，然后大概是65,000的韩元，然后刚换算一下，大概是1500块左右的台币，1500块左右的台币。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划算的，因为我之前在台湾烫贴的话，有些光烫贴可能就已经要1000多、1200，然后再加剪辑，通常差不多都2000上下。所以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样，旁边头发比较蓬，或者是你想要就是有一个韩系发型的话，来韩国玩逛街，我真的大推，一定要在这边剪个头发，换个造型，然后把不一样的气象带回去，我觉得是很值得的。那刚刚有拿到名片，然后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设计师的部分，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找他哦。那昨天我去剪头发，那其实这是今天起床之后自己抓，因为这样不会落差太大。然后我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你想要在宏大剪头发，但是不知道要找谁的话，可以去这间 AMTON Hair。然后我昨天的设计师，他是一个男生，他蛮细心的。然后设计师的名字叫东阳 ，DONGYUN。然后我是看韩文念起来应该是东阳，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到宏大的话要剪头发可以找这个设计师。那昨天设计师的资讯分享给大家，那先这样子喽。